我们有一个那个啥，那个不好意思说的小请求，给我们录一个这个这个位，我们要现场那个 test 一下我们BoYuan老师的配音。好，来，三二一，这是预告魔女 TV 正片更精彩。第二个，魔女 TV 火热剪辑中，明天闪亮登场。啊，第三个，不要走开，还有彩蛋哦。哦哟。我学一个那个芒果台那个人，没有广告，马上回来。哦，很期待把这个用于到我们的片子里面。我感觉我们这个节目越来越成型了，天天白嫖别人，横幅都是反复用的呢。降本增效嘛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这是预告魔女 TV 正片更精彩。